刚进后我叫小姑姑。嗨，谷歌，今天要直接跟大学生对决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很常跟大学生相处啊。哦，对啊，我很多歌迷都是大学生啊。哦，真的啊？对啊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那有没有最怕听到别人对你的印象是什么，或是评价是什么？还是担心说谷谷是谁这样？其实不会耶，因为现在其实就是会。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在关注台湾的男歌手？周杰伦、周汤豪。告五人吧。你们知道 MP 魔幻力量吗？谷谷。那时候魔幻力量，你们最喜欢谁？我觉得谷谷比较帅。L I H I。厉害，可以有。哎，那你们五个一起好不好？可以，都可以的。是叫 L I H I， 厉害。一定是那个嘛，新歌嘛，新歌最近发的，最近昨天才刚上线。对对，哪一首？想问一下，你们有在关注台湾男歌手？男歌手有啊，萧秉治，你好像是婷婷的粉丝，婷婷，很相信音乐的，对，相信音乐。那你之前有在追魔幻力量吗？有，我有去他们的现场追活动，昨天刚好有看到那个，就是它是一个长的剧的那种，對跟宋云画，对，有稍微打到有看到。那如果他演唱会，你们会去吗？可以附送婷婷吗？还是你问一下谷歌，说你可不可以带婷婷？对，那个婷婷一起来你的演唱会吗？因为我也很喜欢你，我是想说两个人。不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旁边那边给我煽风点火。我知道他出新专辑，但我没有听。那如果他开演唱会，你会不会赏脸去一下？免费的话。姑姑我爱你。从今以后我叫小姑姑。等一下，你姑姑有想让你叫小姑姑？我每天起床都姑姑。那你知道你们今天还有一个小挑战，因为姑姑有出新歌，然后他 MV 是好的啦，然后他在里面有跳舞，我要请你们跳舞挑战一下，看十分钟可不可以速成。没有信心、很难吗？这我不知道，不然我问一下舞蹈老师好了。我觉得还蛮。我爱你。哦，我也爱你。我觉得不容易，但是因为听说世新大学的热舞社蛮厉害的。那谷歌，你觉得他叫小姑姑就是很好吗？我确认一下。现在还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感受。